行，咱们狗领你去遛弯好吧？小牛啊，遛狗去。遛。狗儿子来催你来了。遛哪走？哎，咱们俩去好吧？爸爸去逛街去了。奶球走了，奶球。走吧，奶球，给你抱下去。哎。你说你怎么长那个小鸭子嘴巴呀？可爱不？大小子哈。当然难听。哎呀妈，真社死啊！天哪！呀、啊，别笑，别笑，别笑。走啊，你配合一下爸爸行不行？爸爸一个人带你好不容易，你知道吧？大家都知道啊，奶球呢是只跟他妈亲。之前我俩一块遛奶球呢，都是他牵着的。那为什么他现在不下来遛奶球了呢？大家都知道 Q 因素吧？王廷沃喜欢 Q 因素这个游戏，喜欢到什么程度呢？简单来说，他高考就是因为玩 Q 因素才考砸的。这几天啊，刚好赶上那个什么 Steam 版的那个 Q 因素刚刚开服，还玩疯了都，孩子不管了，老公也不管了。奶球，咱们家出走好不好？不要妈妈，这个妈妈坏，是不是？可怜的小孩子，哎呀。所以咱们这次是要干点啥？主要目标是让王廷沃从虚拟世界中走出来。水啊，你千万别让下来啊！咋？你他妈是不是有病？想让你从 Q 因素的世界里面脱离出来一下子吗？走不走不了吗？就是让你走不了啊，所以叫陷阱嘛。装满了水啊！我手酸。打了一下午游戏，没说过一句手酸，现在手酸了。你管不管？你死不死？我这就滚，这就滚啊！滚！过来！我不过来。来！我为啥过呀？啊！我这不就让你好？有意思吗？神经病！滚掉！你闲着，你闲着不好。Later。那晚上吃点啥吧？随便。没救。那就给他弄点吃的。这随便了。就这么好玩啊？废寝忘食的。一会儿，一会儿玩一会儿，最后一局。先吃点垫肚子。哇。这好像是叫芦苇吧？关我烤肠了？我啥时候说这是烤肠了？你不说随便吃点吗？我怪你随便了。滚！哎呀，生活让你过的一地鸡毛啊！好吃不？给你的，你吃就是的，你给我吃来。我不吃。你故意烤那么香，啥意思啊？我一闻我还是想吃呢。好香点不好入口。你家芦苇棒我香的烤啊，是不是？香。往外吐，哈哈哈哈，有毛病，哈哈哈哈。Tomorrow， 我琢磨了一下啊，我昨天那两招呢，治标不治本。我们呢，要让他从内心深处感觉到，我们跟游戏比哪个更重要。这呢是一个手机防水袋，是我们之前去三亚那个水上乐园里面买的。计划呢是这样的啊，一会儿呢我们带奶球遛弯的时候，我就把手机放到这个袋子里面，然后跟王廷沃视频，找好时机，把手机袋连着手机一块丢进水里，让他误以为是我掉进了小区的池塘里，看看他会有啥反应。Later。 还玩了？那我出去带奶球遛弯去了。哎，看多好的菜呀，王廷沃又不下了，妈妈大懒虫，咱们把妈妈骗下来好不好？一会儿要打视频，然后再把手机丢进去就完事儿。干嘛呢？不是，你在打游戏，奶球根本不往前走，他老是就站那不动了。你自然就，奶球，我进来。哎呀，他开始乱跑了。那小狗有，他乱跑，狗有啥事儿了？奶球，你别让我摔，别让我摔倒。小朋友，哥哥把手机就放在这儿啊！哎呦，小孩可太好奇了，你赢了！哎，来了，人来了！啥？笑，小鸭子嘴！干嘛？干嘛呀？你摔啥里呢？
这也就50厘米，不到我小腿。看到红没？嗯。我们绕着湖跑吗？5圈。你哪儿跑5圈了？我在旁边一直看着你。原来你这么担心我。我担心你，我还没担心狗。你这嘴硬吧你？哎呀，死鸭子！妈妈也是小鸭子，是不是？你是个小鸭子，妈妈也是。就我转念一想，那个池塘也不深。本来就不深呀。10厘米吧，有吗？我觉得你应该淹不死，我怕你把狗给我撅了。哎，你有病啊！它掉下去第一件事，我不敢捞起来。6会儿，我6，你还是跟妈妈听话是吧？跟我那都不走路的。爱妈咪是不是？给我们拍张照顾哈。小哥，小茶狗是不是？妈咪狗是不是？哪就该小狗啊？咪狗，妈咪儿是不是？他真是秃了的。妈咪是秃子，你也是秃子呀？乖是不是？咪狗是不是？别出来，别出来啊！我那双温柔。